彰化县长都配县亲身一一来颁奖表扬，今年度自由的消防以及义消、护选队、救援团体等人员，特别感谢大家一年来辛苦贡献和付出，也大力赞扬在大家的坚持下，才会当让彰化县的消防救灾能力评价得到全国的第一名。咱百位兄弟啊，真业绩足好，包括咱的消防救灾能力评鉴全国第一名，咱的工作绩效嘛全国第一名。因为有咱大家打拼努力啦，咱的消防局长，得到咱模范公务人员，这是咱大家共同的功劳。咱甲咱大家对接起来是够拍拖的，咱甲消防局长恭喜啊！我们预备的投入后面是非常多。会中彰化县长杜佩官也特别代表消防局接受并感谢护选队小队长欧玉梅特别关赞的消防救援车。要延续爸爸的热心公益精神，所以说我们就，做替家户做这个公益，看能那个借此这个抛砖引玉，让各位对公益有热心的人来继续延续下去。当时呢，咱的消防工作的评鉴嘛，那么是全国第一名吼，所以咱彰化县呢，是一个进步的城市，咱彰化县。在各方面的表现呢，拢得到各界的肯定和重视，这是咱全体县民共同努力的成果。在7月19日的消防节进行，彰化县政府特别扩大来举办阳光彰化活力消防的庆祝表扬活动，也希望借此为到消防、义消、护山以及救援团体一年来的心得和贡献。记者金凤山采访报道。